们换个新的啊。我们换个新的啊。来帮你弄一下哈，别动呀！我这你听见了吗？你跪！听见。哎呀妈呀！我受不了了，宝贝，它丢死了。有没有你这样的？文林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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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林鱼。毛毛，他可是他不能一直这么吃，怎么办？啊？最后一块了，这是。他不吃，你抱我干嘛？好吧。他都咬碎了耶！啊？他都咬碎了耶！了有的都吞到肚子里去了。能吞点吞点，只要不小就行。嗯。反正大尾又排出来。他现在一看见我靠近，立马就转头，又要抢点。对呀、啊，这个逮人，逮人，我们警方逮人。文丽呀，丢。吃完橘子之后又得换衣服，那什么呢？要帮你弄一下啊！弄一下会怎么样嘛？我弄一下，我弄一下，我弄一下。别眯着眼哭，来，是我给你的好吧？我拿走又怎么样？好什么好？啊？你好什么好？嗯？有什么好的？这一拿走就眯着眼哭，然后也看不到我放在他前面，要大哭解恨一下，然后一睁眼看见，立马拿手抓住。玩欺负我们？阿丽叫个妈妈，接你妈妈生日。那抖的那个他就喜欢，就是一酸一抖的那个，你是？嗯，那都拿不到了，都在手里。对，我要帮他弄，他才生气。你这不能帮他拿。对，我反正别人一拿走的就生气。都在他手里，怎么样都是好意。
鸡有点炖的过烂了。买的鸡吗？就是那个鸡。啊。不是买的，就是那个什么。你炖着要干啥？炖着吃。哦，好。吃鸡。哎，整个都塞进去了。对啊。你要不要给他拿出来？整个塞到口里去，都是卡肉。他刚才塞进去你又吐出来了。是吗？嗯。但是等会儿呢。那整个，你再。知道。费力呢？行了哈，后面再吃就危险了，别吃了。妈妈还不如橘子呀。